哥，这款裤子好瘦哦，我刚穿上去吓到。我说我这个明明就变胖了，怎么穿起来那么瘦？来跟大家介绍一下牛仔短裤，有尺寸吗？裤子没有分尺寸，但是只能建议穿到腰29，臀39。通常是 L 号以内，对不对？就是小 L， 这件只能穿到小 L。很好穿的点是什么呢？因为它是做一个正面的束腰头，然后背后是做松紧的，而且没有看到做定位线，所以腰头是不会反的。你看它的后松紧弹性会让你在小 L 以内的女生穿都非常舒服，我觉得穿上去就是真的就是弹性很好，然后你也不用再去做其他的扣子跟调节，懒惰鬼你就买。我喜欢它正面完完全全没有任何的搭，就是扣子或拉链，它会让我衣服扎进去的时候非常的好看，衣服版型很顺，然后两侧也是做一个造型式的大口袋，两侧也是做一个大口袋哦。我自己是觉得它的口袋大度就是大到我的手机可以直接放进去的那种，你出门不用再带包。再来，它的磅数是挺的，你们看我的裤口是往外宽，有一点点像裤裙的感觉，所以它其实这个啊，哦不好意思哦，谁穿谁会瘦的原因就在于它真的是有做到梯形感的裤口，所以你的腿会看起来非常的显瘦。那白色的很好看，这款裤子刚刚有买的人也真的是很会买，因为它真的是瘦的。